米、芦笋、彩椒、矿石锅，好，酱油再加一点那个我们的桂香蜂蜜柠檬芦荟入锅。因为你加了那个芦荟，它会稍微酱汁就有点浓稠。哦，它是有点勾芡的感觉。是不是时间内完成？时间内完成。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是吗？哦，是哦。对对对。哦，可以投吗？我这么说好像都是可以刘海吗？可以啊。可以刘海。我这么说好像都是主厨年轻的时候的歌。我记得轰轰的一个米呀。轰轰是什么东西？这个轰轰啊，就是轰轰。今天你来这个节目，是叫什么？开始了吗？还上哪？是？这个节目叫什么？麻婆豆腐鱼。不是不是，这个节目叫什么？啊，主厨有另一半了吗？主厨有另外一半，有啊，玲玲在这里。嗨。What？ 九九乘八表啊，九九。三十，胸部这样，知道吗？马上来一发！你为什么都不听我讲话？谁谁谁？妈，我妈来看你了。啊？我妈特别喜欢你。嗨，阿姨好。我画的人有漂亮吗？大家都在跟我妈打招呼。你有人在看我画画吗 ？Hello。还是要看这里，主持人在这里，我的树枝很棒哎，好粗啊！这是我画的还不错啊。好，番茄摆在旁边。妹，我今天是小宝宝，好忙哎。真的，有点忙。怎么摆这样？要不五分熟？五分熟，真的是五分熟。真的，这个如果不好吃，打我。盐焗松露牛排佐姜黄炖饭，有没有？是不是很漂亮？不要流口水。这块我来试给大家看。好。很好玩吗？嗯。下次会来吗？会啊。好，打勾勾。好。好哟，打勾勾该。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是宝宝，他是林动力，主厨欢迎。大家好。哇，主厨第一次来，主厨宝有点害羞，我刚才一直看着他，然后他说你干嘛一直看着我，我说没有看你帅。好，大家进来的朋友呢，今天动力主厨第一次来十足跑，一定要帮我按赞、留言、刷起来，好不好？对，还要分享。对，帮我们分享一下。那今天呢，提醒大家，我们十月份直播抽好礼，按赞、分享加互动，每一篇呢都抽九世好物商城的200元购物金，周周抽熊赞的2用购物袋。没错，今天我们要请主厨帮我们抽出来，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十月份我们抽妈妈 Cook 的随行杯果汁机，那这个果汁机不但可以打冰沙牛奶果汁或者是浓汤也可以打，所以非常好用，大家赶快留言，一定要帮我刷起来。 好快哦，十月又快要过去了、啊、我觉得今年过得特别快。陈哲主厨来看你，先分享一下。对对对对对，欢迎陈哲，欢迎吴老师，欢迎阿瑞，欢迎大家，未来分享一下。真的，怎么大家都这么好？而且那个什么，而且主厨我跟你说，请说。主厨刚来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我们等一下有要玩游戏吗？我们等一下要玩什么游戏啊？会有点紧张。我刚刚全部都是随机的，而且主厨，我跟你说，你今天一来啊，就有一个大难题，就是因为我们这次的通关密，就是这次的十月份的主题是料理调色盘，所以呢，我开给主厨了一个厉害的颜色，它的主食呢，我开给它黄色，是黄色吗？主食是什么颜色？主食是红色。哦，主食我给它红色。然后呢，啊，小编你那个顺序要帮我打对，害我都忘乱讲。没关系，不要再改了，因为大家要留言了。所以呢，主食是红色，然后呢，配菜的颜色要有黄色跟蓝色。对，有点难，我觉得蓝色的有点累，有点累。怎么会？我觉得你想他马上想出那个菜单，我觉得非常的厉害。欢迎洛山，你要这样有声音耶。你要这样子按小声、哦，好多朋友、哦，欢迎 Sunny 过，欢迎 Rosa， 欢迎大家，哈。对，然后最重要的是蓝色、红黄绿的概念。对，所以呢，而且重点是，我觉得食材里面最难的就是蓝色，因为我那时候想说，除了蝶豆花，还有什么是蓝色？然后刚刚主厨就变出了一个，我觉得他蛮厉害的。那所以今天主厨要来接受宝宝的挑战的料理调色盘，大家帮我留言通关密语，料理调色盘。对，我其实我想了蛮久的，大概5分钟。这么快？
害，这么我就跟你们说，来上十珠宝的主厨都很厉害，就是他们会激发那个创意的脑力激荡。我还想说下个月要不要做英文，然后我这样跟其中一个主厨讲的时候，然后那主厨说啊，你们卖不要弄啊，对，因为我上个月是 purple 嘛，这个月是颜色，然后我想说那下个月要出什么好呢？然后我就跟平易主厨说下个月来出个英文好了，然后他就一直哀哀叫。对，英文还是交给他好了。对，没有他、嗯、他自己也可能没办法。是，好，所以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主厨黄红蓝，你到底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料理？来介绍一下你今天要做的料理。我今天要做这个韩式炸鸡，但是它是起司蛋。哦，对，韩式炸鸡起司蛋，好特别哦！是不是就两个颜色？我只吃过韩式炸鸡跟吃过起司蛋，但加起来我还真没吃过。因为一般我们像吃韩式料理啊，嗯，像我们去韩国的话，你会常常吃到那个春川辣炒鸡。哦，对对对对，韩式年糕，嗯嗯，部队锅，对对对，它一定会放什么？起司。对，没错，所以今天就是把它做一个结合的概念。幸好我中午没有吃很多，就是在等这一餐的，你知道吗？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食材有哪些。食材有这个鸡腿肉。好，食材有鸡腿肉，小编食材。鸡腿肉的部分，我们把它去骨。我们要看食材了，小编。好。小编呢？小编，我们要看食材了。对，然后今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是用韩国气泡水。我们今天用韩国的矿泉水来做料理，好，还蛮搭的哈。对，蛮搭的，然后完全韩式。韩式的辣酱，然后起司、鸡蛋，然后面粉、牛奶，然后起司丝，然后蓝莓。哦，那今天还会用到这个柠檬芦荟。蜂蜜柠檬芦荟哦。对，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用糖浆啦。那我刚好糖浆不健康，想说有这个蜂蜜芦荟刚好非常的 match，好，然后再一点这个芝麻叶，做一个点缀就好了。芝麻叶，然后芝麻粒、咖喱粉，咖喱粉在腌的时候少许的咖喱粉。所以韩式料理会加入咖喱粉，一点点，一点点咖喱粉，一点点。对好 ，OK， 好期待，好期待。那我们的鸡腿等一下会先做什么处理吗？鸡腿我们会先腌制。好，所以我们等就要赶快来做这道韩式炸鸡起司蛋了。那在开始之前，主厨来抽一下。好吃啊！这个是主厨烤耶。你该不会整我？我有偶包哦。没有啦。我看一下有谁啊？好，你看一下。欢迎大家，欢迎阿瑞，欢迎台北王阳明来看你的那个。你知道台北王阳明是谁吗？欢迎玉婷。还懂我不知道。台北王阳明就是阿贤啊。嗨。许俊贤。俊贤，然后陈哲说原来是东东大师，难怪今天台北交通管制。哇，陈哲师傅你很会说话，你进来都不会跟我打招呼。交通管制是因为附近都是单行道。好，所以你看什么？你们看做菜的过程都用台语，所以今天我们做韩式料理，但主厨全程都要用台语讲解。可以吗，主厨？这是你的挑战，很简单啦。其实你应该要再抽另外一个更幸运的，就是跟我手牵手绑在一起料理。手牵手，就是手单手做料理，另外手跟我绑在一起。但这次可能没有那个运气，没关系，我们下次继续努力。对，我们要就是分享的时候啊，有时候会外部连结，他进不来，我们在讲话，他看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是那个什么影片趴等等之类的，他没有办法。所以要记得要直接进来到我们的这个九思购的这个页面。对，要记得进入这个女王专家食珠宝的直播页面，才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哦。其实我岔开话题是不想讲台语。不行不行，那你现在开始做料理就要开始讲台语。主厨最怕你有25分钟。好，所以你也是讲台语吗？对，我也不会讲台语。好，所以现在我们先做啥？现在我们先做。先做先把鸡肉切了吗？是吧？是吧？啊，是吧？去对，去遐。来一挂盐好不好？盐曲好不好？盐曲好。盐曲。我们在这里腌好吗，主厨？因为这边比较看得到画面。我那面团要爆炸了。那怎么办？我换一下。怎么办？我现在怎么办？换一下碗。换一下碗哦。对啊，小编帮我换一个碗，把它倒一个大的碗。对，面团爆炸。满出来了，哇塞！欢迎真真，欢迎公公。大家都说你的声音很有磁性，真的吗？陈哲，你终于看见我了，我以为你都不会看见主持人呢。陈哲，对，把它倒出来就好了。
城镇主厨，你到底忙完了没？把它倒进去挖一挖就好。你到底忙完了没？哈，欢迎珍珍。然后洛山，我们的铁粉说，主厨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唱歌是不是很好听？不然主厨来一首台语歌。唱歌都唱那个，唱歌都唱那个 Beyond 的，有没有一种？真的假的？真的啊！哇，所以我们现在讲台语。哦，好好好，你今麦提歌吧。这个原曲要落。嘿嘿嘿，原曲甲拍开。好。哦，原曲因为它因为有一挂发酵啊。嘿，已经发酵过啊。对。好，少许。嗯，一束啊就好啊。阿姨要手套无？唔免唔免唔免。哦，你唔免。我安尼就好啊。好。哦。我刚才是来乱。盐曲有足侪营养的成分，日本人拢最爱食盐曲。哦，是哦，你嘛知了。我知啊，日本人喜欢食盐曲。我老师呢？哦，对哦，你是老师哦。啊，这个牛奶啊一挂类。所以，拄只甲盐曲下去拿来，然后我们加只牛奶。牛奶啊！哈哈哈！牛奶，我刚说什么？牛奶，对，牛奶。哦，加牛奶的加牛奶的用意是啥？伊会食起来较嫩啊！较嫩哦！啊，嫩一寡落。啊，怎么嫩？嫩一寡落，给伊。为什么蛋白的蛋？蛋白要用蛋白对不？就是蛋白。两面嘛是会使，哎呦，两白原因是啥物？两白伊会较白啊。哦，两白伊会较白啊。小编，你会使请另外一个小编帮忙啊？你紧打字哈，小编，你会使请另外一个小编帮你用。哦，啊，这会有加刀无？伊这肉吼，敢那有较、哦、有较大较大块。那个食物的加刀好哇，小编。伊这肉较大块，咱个。加较细块，伊黏面较紧实。哦，我就是介意食大块鸡腿诶，我要食物剪刀哦，食物剪刀。诶、欸，我甲加者。你要不要？我甲你亲戚咧，等阵我要食咧。嗯。咱这个才干啊，25分哦。嘿啊。好，很快，没关系。你袂使讲故意啊。很快，无要紧，我来个小甲对称。你说主厨的料理比较，主厨的台语比较好。欢迎钟玉琴，欢迎大家。陈哲说看见你的不是我，还有谁？还有谁？欢迎雨晴，欢迎大家，欢迎 Tiffany， 欢迎文中，欢迎大家进来的朋友，先帮我留言通关密语料理调色盘黄红蓝，记得帮我分享哦，好不好？下次要什么颜色、啊？下次的话我还没有想到、欸、下次你知道下个礼拜来的是邱兆毅主厨，真的、喔、那我们给他考试，那我们先给他个颜色嘛，现在就可以讨论了，现在讨论吗？那我们直接帮他开，我们直接帮他想颜色，粉红色，粉红色，欸，可以，粉红色，粉蓝色，粉红色，粉蓝色，粉绿色，对对对对对，好，我再去跟他讲，那现在讲台语啦，咱今麦哦，这个米粉甲落，今麦这是什么米粉嘞？咱这个。低筋加中筋都会使。叔叔，你卡过来一个，因为因为 logo 会打到你，你收管。好，那我们就嘿，你伫家安尼。这个进来哦，面粉进来。那如果说在家里做，那咧厝内做哦，你感觉讲哎，那伤过大，嗯，哦，咱该加一挂水。伤过大还佫加水啊？对哦。哦，因为拄只迄个两百甲两零，就是要互伊这个肉有法度。把这个粉勾起来，勾起来，对。哦，我就巧诶，对。哦，啊，所以咱粉加一寡无要紧，因为啥物？要用一寡水落去。嗯。哦，啊，水其实是用着咱这个气泡。韩国的气泡水啊，就是迄阮节目蛮了后会介绍的气泡水。你水帮我倒一寡落。好。啊，是安那要用气泡水，就是讲哦，伊这气泡伊有密度啊。哦，有气泡这的分子，啊，咱连咪浸起来也收缩。哦，气泡的分子浸起来会增加它的速度啦。因为迄、那个，哦、因为迄个空气感啦、啊。哦，好啊，所以我要加偌济咧？对了，我讲停就停。好，好停停停。停哦哦，他的、哦、他感觉有点像在加哑铃的感觉，马杀鸡的感觉。哦、啊，咱小可好淡淡无要紧吼。啊，连咪加一挂油，哦，安尼伊个佮裹起来，对不？你
有哎、欸，那个鸡腿肉感觉就软嫩哎、欸。对，哦，伊安尼也勾起来，按南面伊这个面皮的部分，它就会比较酥。哦。然后我们一般的再加一点油就可以了。所以一般啊，如果我们在外面买了气泡水，但是主厨你知道，其实气泡水分很多种哎、欸。对哦。它有分打进去的假的气泡水，喝爽的那种，哦、还有这种是天然的，你知道。今天我们用的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它是怎样，你知道吗？是，伊西真的从韩国原装、韩国的胶井里面去抽取的天然的矿物的气泡水、哦，所以它完全没有在排哦。我懂，因为有的我们喝碳酸饮料还是什么，它的气泡霜打进去，但是这个完全不是，它是抽起来就是天然的矿物加气泡，都是天然。因为韩国的料理我很熟。真的假的？所以你对韩国料理很 有, 没有？因为我都会，他们都会。我们合作很多了哦，真的假的？嗯，展演啊、搜狗什么的都有哦。好，那我们今天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哈。哦，安尼大家稍微看一下哦。好，我们洗好了，把肉洗好了。对，啊，今麦要来开加速。好，我看主厨发现反应难不倒你耶。对啊，今麦要来开加速。啊，你唔免徛遐收管，因为你收管你要徛中间，啊，你手安尼过安尼。哦，安尼，这个油一丝啊就好啊。因为咱咧厝诶哦，咱无可能像餐厅用足侪油。嘿，安尼了解。我就甲你准备这小小罐，啊，你就摕大大罐。那安尼好，在家里就不需要那么多油了哈，简易加一点油，方便、快速。而且我们的锅子它其实是不粘，所以其实也不用过多的油，而且很漂亮哦。对。啊，因为它要有一点油，它才会酥脆啦。嗯，那我们就把它放进来。好。哎、欸，主厨说我们不用让它有瓦斯，我们不用让它油温高一点再放，是低温下去煎吗？我们就等于半煎炸的意思。哦，低温下去半煎炸。对，我们现在呢，如果做料理大概都是这样子。Jessica 说我气泡水放太多了，会吗？谁？我刚刚气泡水倒出这样吗？不会不会，因为刚好刚好这个会吸附，他在帮我的肉做马杀鸡。对对对，刚好这样子啊。对，吴老师说韩国气泡水，我说的很清楚。那、啊、他第一次夸奖我，只要我不做料理，好像比较容易被夸奖。会吗？对，它是世界三大名泉之一， okay. 就是世界就只有三个名泉。有这个胶井的气泡水，有这个气泡水。好，那我们就说像苏澳的冷泉水，但是苏澳冷泉应该不能喝吧？但它这个气泡水是抽起来就直接可以喝哦。那我们就把它摆进来就好了。哦，好了，几个760个人。对对对，大家赶快帮我们分享哦。哦，那它基本上就不会沾了。你太高，要坐着煮东西才不会挡到。主厨，你可以坐着煮东西吗？可以啊。好，那现在你开始挑战坐着煮东西。从现在开始，你要什么我帮你拿，你就坐在这边煮。咱即马，啊，那你，咱即马就甲蒸肉切切。好，你把蒸肉切切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三明吧？酱汁下面要新调，那爱调配酱汁。哦，酱汁爱新调配啊、哦。酱汁就是迄落，马上变巨人的感觉。摕一个迄、那个，摕一个玻璃碗来。玻璃碗。我爱即马伊安尼，嘿，即马哦。就是大概中的碗，这种碗。哦，你厝的那个，你厝的就安尼半煎炸就好啊，油莫伤多吼。哦，安尼金金恰恰安尼，酥脆爽口。好。啊，因为有这个气泡水，所以以这个面衣啊，它会有很多的这个空气感。哦。空气感它就会膨胀的很酥脆。主厨，我有一个问题。哎、欸，请讲。所以，如果我平常是不是爱炸炸鸡，我嘛会使炸猪肉，还是炸黑年糕？炸猪肉、炸年糕、炸鸡肉、炸鱼条都可以。那主厨，我再给你问一个问题哦、喔。你刚刚说肉里面加气泡水，可以让它就是让它这个皮更酥脆。那除了炸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用？因为平常要是我一定规管材料拎掉安呢，不然就加个蜂蜜柠檬露会喝一杯，这样很好。我跟你讲，那料理要怎么做？你也可以一个苹果啊，是你喜欢的水果有无？你给它拍做果汁。拍这果汁了，你给伊套气泡水。哦，水果气泡水，而且做起来有王美感呢，当然很适合我。而且你可以把它，
变，你可以把把它变成渐层的感觉。渐层的感觉。对，就是比如说一个水果，不然好想要看竹竹做。一个火龙果气泡水嘛，一个凤梨气泡水嘛，啊，你甲加冰块落去泡，泡了无，你就甲用一个杯仔底咧，先凤梨再火龙果，它就变渐层。但是它这样可以渐层吗？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因为我如果做出来，我应该会让它变一个混，它就这样沉淀，不是变混色。甜度越高的话，它这个重量越高。大家听听学一下，想要做渐层的饮料，甜度越高，重量越高，重量越高，所以越甜的东西它会往下沉。那比较不甜的，它就会往上浮。所以，火龙果跟凤梨谁要下去？啊，当然嘛是凤梨。哦，凤梨比较甜。你们有没有学会？竹竹，你好专业哦，你好厉害哦。没有。你真的是老师哎。我们叫主厨。真的，你就搞会啦。你放那个冰块也可以产生渐层。放冰块也可以产生，你好厉害哦！你来开一堂气泡水课好了，可以教我哎，好厉害哦。当然。太厉害哇！你看酥酥脆脆的颜色好漂亮哦，而且它会蓬起来。对，为什么？是因为加气泡水，对不对？因为是因为老师。老师，没有老师，那我在家可以做这种，我在家可以做的这种效果吗？当然可以啊。所以呢？所以今天就是来教大家。好，请问小编，气泡矿物水商城有卖了吗？帮我确认一下，商城卖了吗？那今天呢，我跟你们说，这一个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东立叔叔帮我们介绍非常清楚，然后宝宝也发问的非常清楚，感觉它不只是可以单喝，不准是是。哎，平常我真的就这样打开才淋，就无聊，因为它没有甜嘛，所以其实它是韩国男女神爱用的，当然了，爱用的是。叔叔，你在这边调酱好不好？我跨摸跨摸，啊，我没在这管，哎，这管这管。好，你给人家就舒服哎，靠几杯五几的啊，这也要逼他住了。哎，118个哎，傻眼！赶快帮我们追踪追踪。好，对，这是新产品，我们电视节目，我们现在是抢先跟大家说，那电视节目有更详细的料理教学说明。但是我觉得今天主厨每一个主厨真的教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可以把它应用的淋漓尽致。当然没错，太厉害了。好，那这个韩式辣酱的部分呢？基本上我们上面有写客数嘛，那最简单的就是。韩式辣酱是二，番茄酱是一，番茄酱一，对，2:1哈，然后我们的这个蜂蜜芦荟或者是糖浆，蜂蜜柠檬芦荟或者是糖浆，对，把它加进来。好，那这个时候先不要太多，不要，好，好，我们少许就好。好，加一点蜂蜜柠檬芦荟，因为我们蜂蜜柠檬芦荟它本身有一点果肉，对，所以这样加下去会更加更多的口感层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肉肉，我觉得这个肉很厉害耶，主厨，我要流口水。而且你们现在很聪明，都知道，都知道我写。看一下小编，看一下主厨加下来的，好厉害哦，砰砰的下来一点，它砰砰的，哇，这就是气泡水的厉害所在啊！气泡水炸出来的东西可以让它的东，就是我们炸的那个炸物看起来更蓬松，对，就不需要炸感，就不需要，因为我们有一些面粉啊。在炸的时候，我们一般传统会加苏打粉。对，站过来这样，会加苏打粉哦、喔。苏打粉好吗？苏打粉没有不好，但是就是算多一个添加物啊。哦，它是多一个添加物，所以我们就是越简单越好啦，你们懂吗？哎、大家都对我们讲解的，大家都对主厨讲解的说明非常的、非常的崇拜。因为一般我们都是在调面粉的时候啊，像我们一般餐厅如果调。凤梨虾球等等之类，我们会加一点苏打粉等等的，然后它就会蓬起来嘛。那今天不需要，我们就直接加气泡水。今天就只要加一个水，你平常喝的水，韩国男女神爱喝的水就。来，我们等一下，今天主厨教的，我等一下会抽一题出来考大家。那如果今天这题就加码题，送一罐气泡水送给大家，好不好？我们就送一瓶送给大家。OK， 那我们再给他大概2分钟就好。好，那前提是我这则直播要破50个赞，我才要送给大家。所以赶快帮我按赞留言。100多人没有刷吗？120。100多人有啊，但是大家要帮我按赞才可以、啊。你们一定要进来到我们九四购的这个。九四故事好物商城，对对对，没错。哎，陈哲说我们作弊啊，他说我们都没有讲台语啊，对哦，没给力啊，只要你在线上哦，有在纠正我们。好，阿兰今麦来，贝贝，欢迎公公。咱今麦来这个酒哦，咱拄只安尼2:1甲调好啊，佮加一挂糖浆，对不？我真的觉得主厨这一集好，他做菜好随性哦，很 free， 很对，很有。
很简单轻松、啊，重点是这个都这样，他就这样。啊、我觉得这个炸的应该要担心它会超味道、欸，但是你完全不会，你就是这样放着。对、欸，啊，这个咖喱粉咱小可来一点嘛。咖喱粉哦。咖喱粉小可来一点嘛。咖喱粉的原因是啥物啊？有一挂香气。哦，增加一点香气。卷吉卡说被发现了，对啊，我们被发现了。啊，这个油刚刚没发现。油来一挂。油哦，这时阵搁要加一加油哦。对，加一加油。所以沙拉油其实在酱料里面是可以加下去搅拌的、哦。啊，不过一般我拢是用橄榄油。哦，有的时候会用橄榄油。橄榄油，那个 Omega 36，我们要均衡。营养均衡哦，而且呢，很有知识哎、欸。这个米酒那个下一挂类的话，哦，安尼哦。这时候再加一点米酒。哦，安尼就会使啊。啊，咱即卖来看那个肉肉。哦，你那，我觉得你就情商的呢，你那你在搞哈。哦，而且肉肉好啊，咱个甲腌出来哦。好。腌出来可能爱一个盘。好，小编帮我提一个盘啊。小盘，小编这个盘。帮我画一个盘啊哦。用这个啦，这个较水。好，阿帮阿擦擦，把它倒掉的话，把它倒一下倒出来就好了。哦，阿那怎么要煮好啊？咱火较开个较大，要创啥呢？要做呀？逼哦！哦，大家学起来！原来在炸东西炸到快要起来的时阵，爱火开好大，因为爱把油逼出来，因为那呢，才袂食了肥肥。那呢，半煎炸其实它还是会含油，伊嘛是会甘油啊，就是讲吼。要好啊，起料给它好起来。好，给它有卡。嘉宏主厨说你是欧巴。嘉宏主厨来看你啊，陈哲说。嗨。嘉宏，林嘉宏主厨。然后陈哲师傅说，下礼拜来的主厨躺着做菜，对，一个比一个轻松，是大师都躺着做、哦，大师都坐着做。啊，你把火给关掉好啊，哦，那个。好，主厨你是头一个会去徛你家关火啦。韩素炸鸡哦。你为什么打烂锅？韩素炸鸡。那那个提起来，啊，两边那个擦几下酱料，嗯，擦几下酱料后，所以我们的酱料还要下去够擦几下。难怪我刚刚想说，你家名酒，等一下我喝了醉了怎么办？对，我们通常会再拌一下。哦，所以在酱料的部分会再去烧一下。哎，好好好，无紧。好，阿舅妈这哦，那个来。好，我们现在要来烧酱。对，哎，我这镜头看起来人还蛮摆的。对啊，我们这个镜头有美肌啊！啊、哦、是啊，厉害吧？阿林这么累哦，炒下去。嘉宏说炒下去，陈哲师傅说韩素炸鸡，他说太棒了，韩素炸鸡。哦，阿林这么会，会就给他开一下，咱差不多30秒就好啊。30秒哦，大家。30秒小给他拉一下，阿你啊，有那个蒜头，你落去啃拌嘛，是会使哦。哦，所以平常如果要蒜头，好。在我们料理的同时，宝宝要出加码题喽！加码题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天然气泡矿泉水一瓶，然后我们会直接送给你。那这边就是呢，要出考题，就是刚刚主厨教了很多方式，请告诉我矿泉水要怎么用？啊，已经慢起泡泡啊，好不好？那个在这里酱料会起泡泡哦。对，它会沸腾啊。而且主厨，你看很厉害的是，我的锅子不沾哦。对。看看这个锅子没有沾，来，你倒出来，我们看，你要倒出来还是烧？没有没有，下去拌了。好，下去烧哈。我们下去把它拌一拌。所以这时候火关掉。对，我们只是让它有一个动作而已。好，好香哦！天哪，我在流口水了。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好 ，OK， 煮出快结束了。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呢，芝麻粒还没结束哦，我有个蛋呢。好，蛋姐，我买底加芝麻粒底加。主厨，你可不可以帮我放一下锅子？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锅子酱料。小编帮我看一下这个画面。你看这个锅子完全不沾诶。通常主厨，你平常是在料理啊，你的调是不是很拍摄？我平常在料理，我都要烧锅啊。烧锅就很难洗。主厨现在拿纸巾在帮我擦锅子。我一般如果直接擦一擦就秒掉了。对。一般如果我们在餐厅还是什么，主厨，你完全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我们一般的话，你太聪明了。我们一般都要烧锅了，比较不会粘锅。对，结果你看我们轻轻的擦，全部都掉了，锅子跟新的一样。这个锅子九四啊，乌山粉有卖哦。有这么巧？有这么巧？厉害吧？对，那这时候小编可能要来一个碗了。这时候
小编再给我一个碗，来这里。不够大一点。不够大、哦。不够大。哦好。帮你换一个碗。好。哎、欸，122。赶快帮我按赞。哎、欸，大家分享一下哦。赶快跟我们分享哦，我们这一则直播要超过50个按赞，我才会送那个气泡水，所以赶快帮我分享。下去腌肉。好。黄红染金洛山。气泡水呢？我现在出的加码考题就是今天我们主厨使用的韩式的天然气泡矿泉水。刚刚主厨有分享很多种做法，对，请告诉我三项。每个人留言三项，很简单呐、啊。我一般在家里，我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啊，边喝边喝边做菜。边做，主厨你来这边打。啊，这个鸡蛋，哎、欸欸，你要讲台语哦。我在看这个鸡蛋的时阵哦，咱这个，啊、你坐。咱这个芝麻粒有无？芝麻粒先关了啦。芝麻粒先个上来。芝麻粒有散蕊，哎、欸，看一下，我们现在做菜，不好意思哈、喔。芝麻粒散蕊。先个散蕊哦、喔。哎、欸，看起来外面卖的一盘都要200-300块了呢。对哦、喔，哎、欸，我这有认证的，有无？哦，认证，我真的在吞口水了，真的。而且、啊，我们为什么要打蛋？哎、欸，起司蛋呢？这道罪恶料理看起来太好吃了。好的、啊，我就是要吃。然后把它打一打哈。对不对？浮云游子说锅子也太神奇了。Jack 是谁 ？Jack 我不知道。他在讲那个一个术语。哦。然后陈哲说下去腌肉，没错。啊，咱即马咱的咸酱都卖个黑了。起司蛋不放咸酱。为什么？因为咱的一、那个。韩式炸鸡就有味啊，对，就有甘酱啊。妈妈打一打，好开心，最喜欢吃蛋了。对，啊，你也可以加一点牛奶。哦，起司蛋可以加一点牛奶。哦，少许。我觉得今天主厨教了我们非常多在料理上的小撇步，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好不好？咱今麦个直接来蒸起司蛋。好、這個，而且我们用的是刚刚直接插好的锅，我们完全没有在一锅到底。对，一锅到底哦，拢没洗掉就怀疑耶，我想加一杯洗掉。因为我嘛是，你哪是冰袋洗掉？不是冰袋洗掉，是无时间洗掉对无？是菜收菜收无用啊，菜收济无时间洗掉。嗯，好，啊，咱今麦这个鸡蛋无？嗯，土鸡蛋咱给它落，土鸡蛋放落。嗯，对。哇。直接好累啊！底下都在这呢，加几干干啊牛奶。对，加牛奶的用意是啥咪嘞？吃起来较有牛奶的味。哦。啊，是啊，那无下咸酱，是因为咱等下要下起司，起司本身就有咸。起司本哦，对，起司本身就有咸了。哦。啊，那个加豆豆啊，可以啊呢。不要看一个那个好，这个名字韩式炸鸡起司蛋，其实做起来是有点学问的。但是今天主厨教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对啊，咱就安尼个拉，一直个拉，然后。哎、欸，阿、啊、你一开始在坐啦哈，无快无你要帅脸呢。咱就安尼一直个拉啦，哦，然后伊差不多哎、欸，中这边熟啊，半生熟。哦。好，半生熟就会使啊。感觉很好吃哎、欸。我现在在流口水，怎么办？哦，安尼大家等应该要做。你们会不会做了？会做，帮我刷一排留言。那个嘞 ，Ben Ben 呢 ？Ben Ben 没有回答。月儿姐姐，赶快帮我回答。玉婷，赶快帮我回答。哦，阿姐妈，炒到这个半成熟了，我会煮个水。哦，炒到半煎半熟的时候，火要关小。半成熟了。嗯。因为能不能给它讲半成熟了？哦。阿兰姐妈，这个。妈，什么？哦，这个颜色好漂亮哦！天哪！拜托，我叫王子呢。王子，王子走的菜，苏北王子走的菜，一等一的赞哎，看起来好好吃哦！天哪，我真的要流口水了。王子走的菜，可惜哎，王子虏获人心，真的，你虏获我的芳心了。那我是公主吗？讲、啊、完自己笑。啊、主厨，你有报无？你结婚了没？今天还没。我还没啊。哦，你还没哦。对吧？哦、啊，你有考虑比较少年的公主吗？啊、哦，安尼好啊，有啊。直接略过我的话，这个主厨会个关系。主厨，你不只很会很懂我想要什么、啊，你还很会跳过我讲的话，哦、對對對很少。没有，因为很多人在排队。
你说排你吗？啊，排我，对对对，排你，排我，排我。好，那我们70就进来。好，这时候半熟，我们把肉放进去之后加入起司，煮出关火了吗？还没有，我关火了，关火了。哦，这时候已经关火了，因为我这蛋已经刚好是嫩蛋了。哇，太厉害了啦！那我们关火之后呢？我们上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呈现嘛，对不对？对，我们就用喷枪或者是盖锅盖焖一下就好了。所以你要喷。那我今天没有，我今天打火机小编。你如果盖锅盖的话，它会比较软一点哦、喔。你是要装打火机吗？不是啊，我要开这个。哇塞！它、啊、那个芦荟。芦荟哦。好厉害哦！芦荟有没有？芦荟有没有？这时候再来一点芦荟，好香哦、喔！因为那一般是一个啦，一般起码贵了，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四的人啊，大家赶快帮我按赞，好不好？有没有按赞？没有按赞，这芦荟不想放了。几个按赞？你比我还要任性呢、啊！几个按赞？今天我们赶快看一下，今麦几个人按赞？主厨说会做料理，叫行客帮我们按赞呢、啊。几个按赞？主厨比我还要任性哦。有没有100个？金马按赞，赶快帮我按赞，我们等一下要抽出来。金马才快30人呢，不想放，不放，紧呢，我怕掉腰了啦。不放了，赶快帮我按赞、留言、加分享，我们还剩下半小时的时间，赶快按出来。那这芦荟我那个呢？再淋上去芦荟，这是蜂蜜，蜂蜜柠檬芦荟。要求哦，这哇，这女朋友还受得了？这哇受不了啊，祖祖，小公主受不了啊，大王子走了才哦。哦，那就得芦荟，这里吧。啊，我们需要盛盘吗？要，我要那个刚刚那个，这里啊，这可能要擦一下，还是放不下去？擦一下好了。要换一个吗？可是我比较喜欢这个盘子，我把它擦一下就可以了。好，那我帮你擦一下。啊，咱这边啊，边啊，看啊，无够颜色，搁啊喷一下。Oh my god！等一下，你看就知道。好，以晴说：“主厨好帅哦。”谢谢，以晴也很漂亮啊。以晴也很漂亮，是不是？服务员有子说：“生火喽。”阿外会哦，然后芝麻再给他补一点。这时候再补一点，主厨你做菜好轻松哦。然后再芝麻叶加落来，我这边是用这个一般家里的平底锅就可以直接上了，直接上桌了。哦，安尼哦，足水，我要去上啊！杨平义主厨来看你啊啦。有、哦，平义也是很 nice 的。平义嘛，就搞做菜，他每次开的菜单都让我叹为观止。真的、哦。他，你们两个都有，你们两个异曲同工之妙，是你们会用我的名字下去做料理。真的吗？嗯。没有，那只是把你的宝宝加上去而已。对。你不要想太多。主厨，等一下还没好了，还有蓝色哎、欸。缺一个蓝色，你有设计耶，你的菜。我、哦、拜托，想超久了，5分钟哎。品艺主厨说好想吃哦，赶快帮我们按赞、留言、加分享。今天50个人，然后回答问题，我们就要送气泡水了。好了，大家，这道菜哎、欸，超漂亮的哈、哦。对，红黄蓝的。对啊，红黄蓝就。下次考别人好了，不要考好啊，好不好？不行啦，你下次要再来接受挑战，不一样的。一样红黄蓝嘛。不一样啊，要出别的、啊。好，那我们就把它盛盘了。好，主厨，你帮我盛盘，我等一下再继续、那個。那个木头给我一下。木头。对啊，木头。主厨都有设计过，他很懂哎，都知道我要干嘛哎。你看，重点是我的锅子还是不沾镜头，帮我 tag 这边。我的锅子完全不沾哦。安尼会使无？就是来，大家看一下这里，看一下我完全不沾的锅子在这里。主厨刚刚煎嫩蛋完全不沾，重点是还烧气死哦。看一下，太厉害了！镜头再帮我回到这边，好想吃哦！天哪，我饿了。嗯，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韩式炸鸡气死蛋。我觉得超厉害。然后今天用到的就是气泡水来做这个面糊。
然后芦荟做糖浆，芦荟改成糖浆了、啊。糖浆改糖浆变成芦荟来做。对啊，比较健康啊。主厨，你的声音真的好有，真的是很有磁性的。我一直以为那是你烧香。没有、啊，通常就是人家听过我的声音就不会忘记了。对啊。好，接着我们就要来试吃了。要试吃啊？当然。好。你是什么意思？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它很漂亮，舍不得吃。啊，可是我就是因为太漂亮，所以我一定要吃一下。好。我想要再把它拍得更美一点。还是我们用有那个可以拍吗？等一下，小编会再拍、欸。你知道我每次做菜啊，客人都是这样。客人都这样一直拍啊、喔。差不多拍个十分钟，他才想吃。太漂亮了啦，真的是受不了。好，我要来吃哦、喔，我们来试试一下。赶快帮我按赞、留言、加分享，大家。好，那我们要马上来吃了。好。先吃这个鸡肉。等一下，我们来放这边夹起来给大家看一下。鸡肉。安心哦，小编。对，鸡肉上面有 cheese， 下面有嫩蛋，然后这样子一挖起来，有没有？哇，啊、嫩蛋怎么没有起来？而且我超喜欢吃蛋的。嗯。很棒，辣辣的，辣辣甜甜。这个蚵仔煎的概念。如果它是蚵仔煎，它就是澎湃的蚵仔煎。嗯。要把它吃完吗？好好吃哦，好辣。有没有？它上面皮还是脆的，而且它是外酥内嫩，外酥内嫩。这道韩式炸鸡起司蛋大成功！接下来进行我们的游戏时间。还有游戏啊？嗯。小编，你拿去吃好了。游戏时间还不行？拿去吃不行的、啊。把那边收一下。哎、欸，主厨，我问你，我的那一道料理会做多久的时间？五分钟。这个五分钟。五分钟到十分钟就可以做出来。嗯吗？好。再回到游戏时间，玩 game 啦，主厨。又要干嘛？哎、欸，各边冲上。就是你抽到就是做什么，你可以不用讲台语了。对。好，自己打开。看你哦，哎、欸，超好吃的、欸，真的超级好吃的，我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我看看有像哦，啊这边那店安尼哦，嗯，好哦，1310个人，1310个人，赶快帮我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来看一下，什么赞？波波默波波默契大挑战，这个主厨，这个啊，波波默呢？哎，我们来换一张好了。啊、因为我们头一摆合作，给我无默契，你画一张啊，出神入化，出神入化，就是呢，宝宝画画给你猜，好，好简单哦，来，那我要边做菜吗？你不是，等一下下一道是你教我做，好好，所以你没有要懂，啊，你要给我题目，啊，主厨你转身。转身离开啊！转身一下，你怎么那么幽默？转身一下，我看题目啦。大家这边也一起帮我猜哦。如果比主厨先猜到的话，就送一罐气泡水。好，这边乱送。这个最好，这个才，这个没办法，这个。哦，我知道，好了，我会了，我会了吗？好，可以了。好，林凯西伟。四个字。好。大家一起猜哦，我们。然后四个字，分解动作。
四个字。四个字，什么上手，对不对？啊？什么上手？嗯，这个是另外一个含义，可是你好像有一点退根。用我的脑袋的思维去思考这一题的答案，你猜得出来吗？你知道答案吗？应该不知道吧？你怎么可以知道答案？你们不知道答案才可以一起猜。这个是在干嘛？这个人？人啊，这就是个人啊。他这个是一个动作，然后这个我重画，因为我觉得这个我想象中的人一个动作，对，他是一个人在做一个动作。一个人在做一个动作，我知道了，他应该是这样才对。嗯。哎，那种怎么那个怎么长？哦，这样啦。圣诞树，香菇。好，这样子，这个，最后一个字猜对了。欢迎 Peggy Wong， 欢迎 Pony 耶。这样是几个人啊？画不？131个人，赶快帮我按赞、留言、加分享，帮我猜一下我在画什么。赶快分享出去啊！我觉得这个一题就够了，因为这个很难猜。哎、201次分享哎、欸！赶快帮我分享，再按赞，读书赶快帮我猜哦。上面上手数人数上手，这是什么？对对，这个你有点猜到了，但这不是数。三，它这样是什么含义？三，还有，然后嘞？三手。不是，这是什么？树、啊？这个是山吗？珊瑚、杉木那种山。嗯。木，人木。然后它有两棵。两棵双，两棵树。所以是什么？两棵树。对，所以是什么？两棵树是什么？两棵树就是树啊。不是，不是。零啊，所以是什么？零啊，什么零什么手？零什么手？嗯，这个人在干嘛？这是一个行为，然后这个是一个，这个，哎呦，陈哲你很聪明呢，赶快，有比主厨武林高手，哇塞，你好会看呐、喔，是不是？你看得懂我画的话，武林高手。很像吗？武林高手，这画的，我觉得会被大家扁呢、欸。有像吗？哎、欸欸，这没有提示哦。这没有提示，你怎么那么厉害？就零什么手啊？武林高手。哎、啊欸，你好厉害哦！哎、欸，洛山也很厉害。真的吗？现在你好厉害、哦，130个。洛山是不是跟祖祖一样猜得出来？有那么厉害吗？为什么大家对我的？你们那么了解我的心哦、喔。嗯。好，小编再帮我出一题，等一下我们料理的过程中再考。好，那现在要教宝宝做一个叫做。对，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进到宝宝学做菜。宝宝学做菜。哦，要这样。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换个位置。好，主厨你就坐着讲话就可以了。好好好。你现在是老师。好，你好。欢迎回到宝宝学做菜。今天我们要做东西。名字。名字飞出去。拍水拍水拍水，大后大后，不然太剧烈运动了。好、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的完美料理是什么呢？祖祖，韩式糖饼。韩式糖饼。对，我们在韩国都会看到那个煎糖饼、哦。我没吃过，那你教我吧。今天我们要怎么做呢？今天首先最重要的一个要有一个盆子。盆子。还有人。人就是我。对，就是你。好，我刚刚那个辣酱喷到这了。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关系，所以刚刚宝宝有先把它做一团起来。那这边就是教大家来做。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高筋面粉。把高筋面粉倒进去吗？倒进去，对对。这个大概几克呢、欸？留一点，留一点。哦，留一点，没错吧？全部倒了。留一点，这里大概是小编几克？210啊。这样子吗？对。210，有点够吗？够了，够了。然后那个糯米粉，糯米粉，这是糯米粉吗？哦，对对对，把它倒全部倒。我们有个比例，
会在那个比例，我们食谱会在公布在 FB 上面。然后酵母粉，酵母粉五克，五克的酵母粉。然后黑糖，黑糖对，少许，少许黑糖。然后肉桂粉，肉桂粉少许，少许。哎，现在127哦。肉桂粉少许，这样吗 ？OK 的，可以，不要太多。好的，然后把它稍微拌一下。这个吗？对，稍微把它拌一下。接着我们会加入那个我们水，用气泡水好。加入一样，加入气泡水，所以气泡水也可以做甜点。对，气泡水。我觉得它好万用哦，加多少？是老师想的好。老师你好厉害哦，我知道加多少。我来加，你把它改成那个汤匙哦。不，筷子。好，你把它改成筷子。那我们要分三次慢慢加入。好，为什么？哦，它才不会一次一大坨。好，所以我们现在加入气泡水下去边拌吗？对。待会要用手。好。我们把它打成团。所以这样子是把它打成团。对，好。比例我们待会都会写在上面。好，小编这边先帮我做一下上周的签哦。等一下我要同时给主厨帮我抽出上周的那个得奖者，包包的得奖者。那大家尽量帮我留言通关密语哦。可以改用手，差不多吧。用手吗？好。我也觉得用手比较容易耶，因为我没啥力气。没有，因为一开始的话，先不要用手。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先用手，你的手就会跟这个粘在一起一样，对，好不好？那我们就是把它混匀，然后它现在变团了，对不对？嗯。我们再加一点少许的粉。哦，变团了之后再加一点粉，那是为什么？比较不会那么粘了。好。你也比较好搓。我要粘了吗？好，可以。你就是很轻松的，不要太大力的捏，就把它揉一揉就好。好，拿个筷子不要浪费，筷子上面的。好，那途中呢就把它捏到大概不太黏就可以。怎么会不太黏？所以你要一直沾粉啊。哦，沾粉就不会黏。对对对。哦，我懂意思了。对，你要一直沾粉。因为刚刚有点黏。把它这样子，就是不要再推它了。把它这样子，对，老师，你有在教烘焙吗？没有哎。那你怎么会做这个？哎，我韩式料理我做很多哦，泰式料理也是。所以老师，你对泰式也有研究，那下次你可以教我做泰式吗？对，然后你就把它揉成团就好。揉成团，哎，它真的不粘嘞。给我个手套。好。好，最后的话就是这样。我们这样很像清那个 DIY。最后我们就是这样，把它外面慢慢收嘛，收到里面变成一个团。叔叔你好厉害哦，你做菜不急不徐哎。对啊，很多人都这样说。你就是这样子，好像很轻松，没什么。好，因为我做的菜比吃的盐还多。哇塞！那这样子变成这样团了吗？嗯，我们就可以把它封保鲜膜。封保鲜膜，这时候做成团之后，其实很简单哎。封保鲜膜变成团，然后发酵一个小时半，它就会发酵。这个呢，弄完团弄成团了之后呢，封保鲜膜之后发酵一个小时半，它变两倍大，就会变这样喽。哇，好乖乖的耶。那我们一样还是要把它揉一下，稍微还是要再稍微揉一下。对，我们要来做，现在要做的是韩式糖饼。对，然后它这个好像我们刚放的有点久。好，还有粉吗？那个面粉再来一点，面粉再来一点，小编。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桌上了哈。嗯。这时候呢，我们把它分成。你要几颗？三颗，一颗我们吃两颗白。好，我还要捏吗？要哦。我要玩。我跟你讲，就是这样把它打开，对不对？嗯。
稍微捏一下啊，粉小片粉帮我倒一下好不好？倒在这碗里面，然后这样子对不对？哦、我跟你说，我这里有棉花糖，棉花糖放进去吗？你的手要拿着，你要像我这样，啊、哦，棉花糖，棉花糖再大一点，然后那个我们不是有黑芝麻酱吗？对，把它然后加入一点，加入真台的黑芝麻酱，使用前要先搅拌哦。对，等一下，你要让它有一个这个弧度，你才包得起来，你要让它有个深度，好不好？宝宝，你的手还好吗？我的手还好，加进去吧。对，哎，大家记得要分享哦，多一点没关系，多一点，挖那个就好。啊，我黑糖呢？对，再来一点，不用担心。宝宝在做菜的时候，通常不跟大家讲话，因为我认真。对，好，然后黑糖挖一点。我现在在里面加入了黑芝麻酱，这样可以了，然后再加入黑糖。好，那你现在是不是会有点手残，对不对？对，把它旁边包起来。哦，哇，有点像做包啊的感觉。对，小笼包的感觉。然后桌上撒一点粉。桌上在砧板上面撒一点粉，然后你这边把它捏好，对不对？嗯。若三问说是要加入糖粉吗？我们加黑糖粉。好，然后把它放进去，放到粉这里，直接，因为我们用手套哈，嗯，它会粘手套，用手你手就不会，手有上这个手粉的话就不会了。好。哇，这流出来了。我的汁，因为你刚刚吼，这个下面太薄了，嗯，没关系，我们就把它收好就好。好，但是它待会煎起来就会有点黑黑的。好，这样了解了。嗯，那再包一个，再给它补一下。那我是不是一只手别戴？对啊。好，那我一只手别戴，有点像薄啊的感觉。啊，用圆圆的。好。要给它很漂亮。嗯。哦，你好认真哎。对啊，我很认真啊，因为我想要学。宝宝学做菜是真的很认真的。好，那我们就先把它摆好。好。然后接着呢，另外一个我们要做白色的那个。白色芝麻酱吗？对，这一颗，这两颗。给你弄大颗一点好了，好，比较好。祖祖，那我们现在一人包一颗啊，我包一颗，你包一颗，这样我们等一下才可以煎。好，来，那我们一样哦，就是把它手上粉，手要先上粉。哦，手上粉。对，然后把它打开呢。打开来。你要棉花糖啊，白色的，再给一个汤匙好不好，小编？汤匙，因为我们现在在 DIY 手做。再一个镜头可以给我们。这个打开来，然后这个打开，然后我们用白色的话，我们就加那个一样放棉花糖，棉花糖，放粉红色的棉花糖。对，然后糖把它打开来，然后我们用白色的。那这个白色的我们就不要用黑糖了。好。我那我们用什么？加这个芦荟。哦，两种口味，一个加黑糖，一个加芦荟。芦荟就少一点就好。你要有深度啊，稍微有深度一点。啊，这两颗比较大颗、哦。嗯。小编好了吗？那个。啊，我的。好。然后这个白芝麻。这时候加入一点白芝麻。会帮我加吗？白芝麻就进来，帮我加在画面。这时候加入白芝麻在这个糖饼里面，你的再多一点啊。好，加完了之后加一点蜂蜜柠檬芦荟。对，那我们就都把它收口。
收口。你觉得料理是一件？小编，你要流出来了，宝宝，宝宝，你这个要赶快包起来。宝宝手有点残了，那样呢？好，那我们就把它都包起来就可以了。宝宝手，等一下，那客我来。赶快把它收起来！哎、欸，这一集应该是最好笑的。现在几个人？我的汤饼湿掉了。好，这样就好。太好了，所以我们要来煎汤饼了吗？对，等一下我先让它远一点。哦，我不要摸你的好了。所以我等一下里面会有一颗芝麻，然后两颗蜂蜜柠檬芦荟的汤饼。对，好。黑糖黑芝麻跟蜂蜜柠檬芦荟白芝麻酱的糖饼。对，哎、欸，那个冰淇淋帮我拿一下好吗？冰淇淋好。对，冰淇淋在冰箱。我们用什么煎？用那个锅子啊，一样。平底锅吗？还是生的？平底锅就好。我只有生的。啊、没有平底锅，我刚刚那个平底锅后面那个，小编帮我拿一下后面那个。对。那汤匙可能要再来一。两个铁汤匙。对不起，我每次做料理都会超时。好，珍珍说我越来越厉害了，浩又说我很厉害。真的吗？可是浩又说我蛮乱的。不会不会，那我们加点油。好。加点油。好。哎、欸，这道是宝宝要做吗？对，这是我做，我做。主厨，你帮我抽奖，我来。好。所以我现在要怎么做呢？你现在就是把它们放下去煎。好，我来，这我可以。这一面先。那这两个下面先。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手巧的人。下面先。然后你要有一个那个压的哈。凸啊。不是，你要有这个把它压扁。压扁？可是、欸、有没有圆的、啊？可是压扁它不是它的汁会跑出来哎、欸。不会。我们先用这个好了。好。这时候就要压扁了吗、欸？不是一定要很扁哦，就是给它远远的这样就好。我知道，有点像煎那个牛肉馅饼一样。对，哦，你要把它压一下。讲到吃我最会。你要压哦，好，不然它会蓬起来。好，小编给那个主厨，让主厨抽一下。那同事这边我们也来，不是那个。好，同事这边呢，我们等一下也来抽一下今天通关密语的得奖者，料理调色盘红黄蓝，帮我报一下现在按赞数几个人了。看一下，等一下我们抽一下那个气泡水的得奖者好不好？大家好，欢迎浮云游子，欢迎，谢谢珍珍的夸奖，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是有帮我抽一下，好、哦，随便嘛哈、哦。对，欢迎玉芳。要压他、哦。熊战家是什么？上周的。周二的熊饭家，帮我抽一下，还要压吗？看一下，火小一点，要压哦。还要再压吗？对，不要太大力，让它有形状。熊饭家，好，帮我抽一下上周的熊饭家，我们要来抽帆布袋喽。太棒了！把袖子卷起来比较好操作，因为我们有加这个气泡水哈，它会那个比较有空气感，会比较蓬蓬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有加气泡水，飞起来了。这个是我做的，再给它煎一下。好，所以因为我们有加那个气泡水，所以呢它会更蓬。对，它会稍微再蓬一点。欢迎玉芳，哎，徐玉芳是主厨哦。玉芳，哦，好像是哦。玉芳主厨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女王大家食珠宝，欢迎大家。宝宝现在正在料理的是韩式糖饼，宝宝韩式糖饼，今天做这道料理非常的惊险啊，千呼万唤啊。然后小编帮我抽一下主厨的那个，我们上周的
周周抽的熊战两用帆布袋的得奖者，以及今天料理调色盘没有错，黄红蓝的得奖者，还有刚刚加码题回答我们气泡水可以怎么应用，要送一瓶气泡水，小编一起抽出来，所以我们等一下三个奖项一起回答。那主厨这边呢，来，你刚刚居然猜得中我的武林高手，就要送你小礼物啦！来，13568，八，好，八，八什么？自己开。哎，哦，我知道，素素，它怎么粘到这样？素，这个小编怎么这样粘？啊，素鸡精啊！素鸡精。小编等一下帮主厨打包哦，让他带回去。主厨，你要回去帮我们研发菜单。真的吗？对，帮我们开一下素鸡精的料理。哦，有吗？有点猪肉馅饼的 feel。刚刚洛山，主厨刚洛山说，他刚刚说，洛山刚刚说他在电视上有看过韩国的糖饼，但他说韩国的糖饼跟你做的做法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有加那个棉花糖啊，吃起来才会。哦，因为我们有加棉花糖，吃起来会有甜蜜蜜的。大同小异啊，但是就是里面加的东西，看个人喜好。没错，欢迎嘉珍。浩佑说要来高雄开播了吗？浩佑，你就只会找我去，你都不来找我，你还说。这个糖饼里面啊，浩佑，糖饼里面就是看你想要加什么，但是基本元素是这样子的。对，好不好？好。那你这个是不是我的？对啊，因为比较大颗，像它可以露馅的都是我的。像它可以加那个我今天是加棉花糖嘛，那一般你可以加马吉啊。哦，一般也可以加马吉，它就里面会 QQ 的。好，浩佑，你要派我去出外景了吗？那我们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好了，是不是？对，它很快就熟了。这么快？对。好，所以我们要盛盘了。对，我们先盛盘，这边盛吗？对，这边盛。哇，那这个肉馅的待会再那个。好，肉馅的就别放了。对，把它，好不好？然后肉馅的我们待会可以切来看看。对，肉馅的我等一下吃。好，接着呢，我们的冰淇淋。冰淇淋。小编冰淇淋怎么看？冰淇淋不是你买的吗？对啊。好，OK。要看若三说想要看我去高雄开播是不是？欢迎黄心怡。好，这边呢，我们来公布一下得奖名单。主厨帮我先开一下那个冰淇淋。帆布袋的得奖者呢是林佩景，恭喜林佩景得到上周就是我们的上周的周周抽的帆布袋，熊赞的帆布袋要送给你哦，熊赞的帆布袋。恭喜你得到熊赞的帆布袋一个，林佩景。小朋友，你那个小汤匙吗？林佩景，恭喜林佩景。像这个的，这个的没关系，还真的。圆的啊，不用不用。好，然后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是 Jessica Lai， 恭喜 Jessica Lai 得到我们通关密语200元九市商城的购物金。OK。那加码气泡水就是分享气泡水如何应用，得奖的是 Tiffany Chen， 太棒了 ，Tiffany Chen。好，所以大家呢记得先帮我留言哦，回馈跟我说你们在线上。好吗？那接下来呢，主厨，我们先把画面好干净一点，这样，好，这样，OK， 好，可以，好，糖饼就是煎这样了哦。接着呢，我们淋一点，你如果家里有这个糖浆啊，都可以哦。淋一点蜂蜜柠檬芦荟，淋上糖浆。对，我们下面先少少的。好。那这芦荟跟这个蜂蜜的效用，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啦。知道。好，那接着这个黑糖，我们就撒一点。撒一点黑糖。主厨今天两道菜都坐着。料理，对啊，好，撒一点黑糖，然后我们的冰淇淋，挖冰淇淋喽，我挖下面一点，比较硬，好、哦，哎、欸，阿刚那个汤匙，不是在你手上吗？两个汤匙，我好像在看你 DIY 哦，对啊，今天不是宝宝手做吗？对啊。好，
西你看起来好好吃哦。我们就是有没有把它弄个形。哦，奶油的感觉，又有点像是那种法式欧蕾的感觉。然后洛杉这时候，那个妮薇这时候出现了，他说大家都不在，有中奖的朋友要回答有，好不好？然后一样，我们来一点叶子就好，不要太多。好漂亮哦，主厨！哎呦，哎呦，差点跌倒。是主厨很漂亮吗？你那个看起来好美哦，好想吃哦。好 ，OK。我们的宝宝还是糖饼完成了。耶、yeah! ！超级美的，像从树丛里面跑出来的一样，好厉害哦！所以今天主厨教我们的韩式炸鸡起司蛋跟这个宝宝韩式糖饼都完成了，而且真的是非常好吃。你学会了吗？赶快商城订购气泡水买起来，买起来可以做很多料理。我们那颗还没试，对不对？这颗我们等一下录影片吃给大家看，因为时间到了。那我们下周请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女王当家是什么》，拜拜拜拜。就是 Goods， 就是好物商城，好物乐比家，优质农产品，有巨胚米、黄金米跟紫米，素诶满满花青素诶这种诶，欧米黄金米，啊等于内底只有五种类胡萝卜素。粉糙米啦、黄豆啦、红枣粉啦、白米这些小麦、燕麦，但你看这颜色完全天然，没有漂白，哦，就让身体恢复健康。优质水产品，我们的生态养殖基本条件，对土地跟水源的负担就比较轻。高穿透的基验合格，才可以用常温的一个保存，它的环境够好。嗯，龙南石斑胶质非常够，所以养颜美容自古以来什么帝王食补，众多优质好物，保温效果非常好，而且。它可以耐极冷极热，懒得照它使用的颜料都可以吃了。无患子、红曲、薏仁、绿豆、红豆，光泽我都觉得真的漂亮，还有颜色。好几公吸力就是不会衰退，就是好物商城。